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仙剑梦，而仙剑里面这首偏爱也是经典中的经典。变调夹男生建议夹一品，我们重点讲一下右手的节奏型。主歌部分呢，我们采用分解节奏型，两拍的地方跟三一二三，四拍的地方呢，把跟三一二三弹两遍，跟三一二三，跟三一二三。为了让这首歌曲弹得更加有层次感，我们在副歌部分采用扫弦，两拍的地方第一拍下，第二拍前八后十六下下上。好，部分和弦它是四拍，相当于把这个节奏性再加两拍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值得注意的就是歌谱和弦下方如果没有字，就是先弹后唱，和弦下方对应的字就是弹的时候就唱。第一个和弦 EM 和弦先弹把昨天，好，到 C 和弦的时候弹的时候就唱都作废，这里多练习，加上简单完美的前奏，跟我一起练。嘲笑我极端。